欢迎收看《大户史记》，今天分享一个苦瓜的新吃法。首先将苦瓜去掉头尾，然后将苦瓜切成小段，用勺子把里面的瓤给挖出来，全部挖完切成片，锅中烧开水，放入一勺食盐，一点点食用油，放入苦瓜焯水一遍，焯至断生，控水捞出，放入清水泡凉后倒出，放入盐和白糖搅拌均匀，准备一点山楂皮，切成苦瓜一样的宽度，把山楂皮放入苦瓜里，全部做好以后摆放至盘中，喜欢吃甜的可以再放一点白糖或者蜂蜜，好看又好吃的苦瓜山楂卷就做好了，吃起来清淡开胃，做法简单，喜欢就赶紧试试吧，欢迎点赞转发评论加关注哦，感谢您的支持。